入场券呢？这就是入场券。哎，韩毅。 这样真的行吗？万一待会儿被人赶出来，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啊？这话说的好像你本来很有面子的。她就是迟墨的前女友啊，郑氏集团的千金郑宝珠，长得很一般嘛。真不知道当初迟墨怎么能看上她呢。 就是，听说当初迟墨对他一片痴心，死心塌地的。可惜呀、他见人家家道中落，就一脚把人踹开，现在又主动贴回来，脸皮也是够厚的。还有这人，哎！我去追他了，你在这里盯住啊，盯住。郑小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别上门了！郑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好聪明！我，有没有摔倒啊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再不起来可就走光了啊！ 各位，今天我开舞会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庆祝我拍回我们迟家的祖传陨石戒指。这枚戒指对于我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，因为它是我跟我前女友的定情信物，也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回忆。所以，我一定要拍回这枚陨石戒指，让我的前女友白跑一趟。 迟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说过会给你一个惊喜的，怎么样？刺不刺激啊？如今郑小姐想投怀送抱，我可未必答应。太不给你干了！哎，郑小姐。 戒指还你！还不要？你们在干嘛？叫你们来，嗨起来啊！干杯！ 小姐，什么品味啊，这是，没救了。喂，金秘书，我要的潮牌还没到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只给你3分钟，听到没有？ 哥，你发型都这么土啊！停车！迟墨的妈妈，这估计是世界上唯一镇得住迟墨的人。这枚戒指是我们迟家的祖传之物，我一直势在必得。只要是我看上的东西，不管是人或者是物，一定能够弄到手。迟总，姨妈来了。姨妈，大姨妈。 每个月都会来啊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姨妈，我妈。总之，她不太喜欢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咱们还是收拾一下吧。哎，不是，收拾？你让我怎么收拾啊？我最害怕老太太唠叨了。表哥，这个交给你，你来帮我处理。对，我先撤。拜拜。哎，等一下。 阿姨，今天的花园别墅舞会是专门为了庆祝拍回迟家的祖传戒指的。真是胡闹！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就不通知我？幸亏宝珠你提前告诉我，要不然我现在还蒙在鼓里呢。迟墨他人在哪儿？啊，姨妈，表弟他工作繁忙，还没回来呢。什么？哦，是啊，老板他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场合呢？怎么可能啊！刚刚还在里面，是不是背着阿姨胡闹？ 现在不敢见人了。去，把你表弟给我找回来。有人顶包挨骂，听起来很爽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什么痴魔，我叫宋小小。宋小小，对，记住这个名字，宋小小。这不是我书里的男神吗？你说你叫宋小小，但是你怎么跟痴魔长得那么像啊？ 我可没听说过迟氏集团的总裁还有什么孪生兄弟，让开！哎，天气这么热，干嘛这么暴躁啊？你仔细看看，我跟迟墨有什么像的？好像有哪里不对。拜金女我见过，像你这么拜金的我还第一次见。虽然跟那个渣男迟墨长得一模一样，可的确不太像同一个人。 难道真的是撞脸了？鉴别的怎么样？嗯，好像是比迟墨那个家伙好看一点。这就对了。你不是迟墨那个混蛋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我现在必须要出去，但是我迷路了。我从南门进来的。南门。 我从来没有关心过南门这件事，那怎么办？我现在必须立刻马上找到一个人，这关乎我的前途，怎么办？你首先要找到一棵树的影子，然后让手表的时针与树的影子重合，那么6点钟的方向就是北方，相反的方向就是南方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下次再找你道谢。等一下，这个手表送给你。如果以后再遇到迷路的事情，记得用我教你的方法。送给我？嗯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收陌生人礼物的。喂，怎么是陌生人啊？这个手表就当做咱们认识的纪念礼物，收好了。 纪念礼物，定情信物。我好像做了一场梦，我上本小说里的男神就叫宋小小啊。莫非这就是流星石头带给我命中注定的缘分？